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啊！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永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中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永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中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永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中中尊。请看《大经课注》第160页啊，160页最后一行，看念老的注解：夫众生之生灭性，处处能缘，独不能缘于般若。须未登别教地上之菩萨，方能其如。于无住时即生心，于生心时即无住。我们看这一段，这里都是讲的事实真相。凡夫迷失了自性，啊，《大乘经》上常说：“一念不觉，二有无明。”这一念不觉就是无明，把怎么不明呢？觉是明的。把觉失掉了，变成不觉了。啊，觉是一切法自然通达，所以称为本觉。啊，它本来就觉悟，这一念不觉了，本觉变质了，变成阿赖耶。啊，阿赖耶就是不觉。啊，那么十法界一真庄严，都是依阿赖耶起来的。阿赖耶是生灭心。啊，觉心不生不灭。啊，觉心就是自性。那么阿赖耶呢，处处能缘。啊，实在讲啊，三心是一体的。从智持种子来说，叫阿赖耶。从分别来说呢，叫它做意识；从执着来说呢，叫它做莫那。于是我们就知道，
莫那根意识就是阿赖耶的作用啊，它两大种类的作用，一个是分别，一个是执着。执着是见思烦恼的根本啊，分别是所知障的根本。那么第六意识能源的能量最大，变法界虚空界没有它圆不到的，啊，就是圆不到般若法身般若解脱，是自信的三德。那他圆不到法身，圆不到般若，啊，为什么？法身般若都是没有形象的，圆要有对象。你看前五根，眼耳鼻舌身，它能圆的是物质现象，眼圆色，耳圆声，鼻圆香，舌圆味，身圆触，啊，叫五尘，它有对象。那么第六意识呢，是心，它不是物质，它是个念头啊，念头能圆法啊，它能够想过去，它能够想未来功能最大，与它相应的心所51个全了，没有一个不相应啊，所以佛在经上说，他对外能圆虚空法界，对内他能圆到三阿赖耶的三细相啊，阿赖耶的业相、转向境界相、业相，现在科学里头讲的能量啊，它是波动的现象，就是一念不绝啊，转向就是念头，科学叫信息啊，能源得到。境界像是物质啊，境界相现在叫它做物质现象，与它相对的精神现象，精神现象就是信息啊，就是念头啊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就念头啊，确实现代量子物理学家把目标啊就对准了这三个问题，物质被揭穿了，彻底搞明白了，现在信息还没搞清楚，到底从哪里来的不知道啊，物质现象呢，这也是最近30年被发现的啊，德国人普朗克博士率领这个小组专门研究
物质到底是什么。啊，把最小的物质啊，小到不能再小了，找出来了。这个物质在佛经上叫极微色，微是微细，极其微细的色相，肉眼看不到，天眼也看不到，阿罗汉的慧眼也看不到。啊，佛经上说，阿罗汉的天眼能看到微尘，欲界天、色界天人都看不到，阿罗汉能看到。这什么东西呢？啊，应该就是现在科学里面所讲的原子。科学家在80年前发现原子，认为原子是基本的物质，不能再分了，最小的。啊，殊不知这些年来科学不断在进步，日新月异。啊，新的仪器发明出来，有能力掌握1000兆分之1秒，能够掌握到，这在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。啊，这样高度的仪器，才把这个佛经上讲的极微色找出来了。啊，科学的名字叫中微子，啊，或者叫微中子都可以。啊，这才是物质最小的，不能分了，再分就没有了。佛叫它做灵虚尘，灵是邻居。啊，它跟虚空做了定居，就它不能再分就没有了，就是虚空。啊，那么科学家还是把它分开了，一分呢，真的没有了。发现的是什么呢？发现是念头波动的现象。于是这个谜揭穿了，物质是假的，是念头产生的幻想。我们误会把它当作物质，啊，其实是假的。单独这个物质，我们是不能觉察到的，因为它太小，生灭的频率太高，要依照弥勒菩萨所说的，它存在的时间只是1600兆分之1秒。啊，换一句话是，一秒钟它生灭多少次？前年灭，后年生。啊，一秒钟啊，生灭1600兆次，单位是兆。啊，在这么高的频率之下，怎么会知道？啊，这叫什么？这叫一念。一个生灭就是一念，一念就是一个生灭。从一念来说，这是心理现象，生灭现象。啊，
这一念当中具足五蕴。我们以前对于佛经上讲的五蕴都没有搞清楚，都产生误会啊，色受想行识啊，心经念的人太多了，有许多人用它做早晚课啊，里面照见五蕴皆空，谁照见了？现在科学家已经掌握到了，但是还没有能搞出究竟，没有佛经上讲的那么清楚。你看，他发现微中子，发现了色，啊，发现了受想行识，他没有讲的这么清楚，他只说是念头波动产生的现象。啊，这个念头里头有受、有想、有行、有识，你看佛讲的这么清楚。但基本物质里头，即为色，啊，它具足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。啊，就是讲一个微中子，它是活的，它不是死的。啊，他有感受，他会想，啊，他会息，他有行，行是相续不断，前念灭，后念生，这叫行，就是相续不断。实际上他是相似相续，他不是真的相续，真的相续前面跟后面是相同的，他这个前面跟后面是不同的。啊，我们看到科学报告才恍然大悟，原来是怎么回事情。肯定佛是了不起的科学家，佛怎么看见的？这是宇宙的奥秘啊，物质的缘起源头，精神的源头啊，起心动念那个源头是什么啊？科学把它当作一个命题来研究啊。佛经上告诉我们的，一念不绝叫业相，这个业相就是阿赖耶的本体，从这个业相生出念头叫转相啊，转是转变，业相是根本，转变是枝叶，从转变里面产生色物质现象啊，所以第六意识能够圆到阿赖耶，能够圆到即为色，这个即为色圆不到自性啊。对外，现在这个科学走两个极端，一个宏观宇宙研究天文啊，第二个呢，走反方向，微观世界啊，就是极小的、极其小的啊，都有成就啊。特别是量子力学，就是研究微观宇宙的啊，跟佛经上讲的
相同。啊，微观宇宙他们现在还没发现到，还有个大的问题，那就是大小波尔，极其微细的周围中子。啊，佛经上讲，芥子那须弥。啊，须弥山放在芥子里面，芥子没有放大，须弥山没有缩小，那怎么放下去？啊，这个呢，有一点像现在科学用的晶体，你看晶片，啊，大概比小指甲还小，那里面藏了很多信息，啊，还有很多画面，那从电脑里面就看到了。啊，这就是芥子那须弥。啊，那么佛讲的比这更神奇。啊，极微之微。就是微中子里面有宇宙，整个宇宙就在一粒微中子里头。啊，它能不能现象？能现。慧能大师说的：“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”整个宇宙是他现的。啊，它现，它没有放大，现出来的也不比大小是一不是二，妙极了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佛法里面告诉我们，变法界、虚空界，都是从心相生，都是自心变现的，心现识变。啊，现象是心，心就是自信，自信心产生变化，啊，把它变成六道，变成十法界，这是阿赖耶。啊，阿赖耶能变，自信能现，换一句话说，阿赖耶不能现，它能变。把自信变现现出来的这个境界扭曲了，啊，自信现的是一真法界，在经中叫实报庄严土，实是真实，真实不生不灭。阿赖耶进去了，把它变成生灭，变成十法界，变成六道轮回。啊，那我们六道凡夫所用的心妄心就是阿赖耶。啊，阿赖耶是从真心变出来的，真妄不二，真妄是一体，好像一体的两面，有正面有负面，它是一体。我们用正面的，就是一真法界。用负面的，就是十法界，就是六道轮回。这桩事情，只有佛经讲的透彻，讲的微妙，我们现在能够体会，但是不踏实。啊，要踏实，还得要用几年功夫。啊，如何能够让它踏实？不能用科学的方法，用科学法跟事实真相不相应，你永远不知道。啊，你能够知道就到此为止。
啊，这是八识的能量，它是有限的，有局限的。啊，要用真心，真心的能量是无限的。啊，真心说，我们前面学过，真心就是正念，就是无念。念有念无是妄心，念善念恶是妄心，念佛法念世法也是妄心，有念都是妄，无念就是真。啊，无念也不是什么念都没有，什么念都没有的时候，那邪正都全没有了。无念里头有无量智慧，有无量德能，有无量相好。啊，这是《法华经》上讲的信句，也是《华严经》上佛说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，这是心具的，自性本有的。啊，自性有圆满智慧，圆满德能，智慧德能决定不是从外头求来的，外头没有。啊，你看此地说的，处处能圆呢，独不能圆于般若。般若是智慧，他圆不到。为什么？他是妄心，智慧是真心起的作用。啊，妄心圆不到真心，所以他圆不到般若。啊，般若什么时候被发现？就是明心见性，就发现。啊，什么样的程度能明心见性？别叫地上菩萨。圆教初住以上的菩萨，华严把菩萨的地位分为52个阶级，这52个阶级完全是定功的前身，啊，修禅定前身，分成52个阶级。啊，这52个排列，从下到上是心，是住，是行，是回向，这40个了，是地50个。啊，要初地以上，那么在圆教里面，圆教初住等于别教的初地。换一句话说，圆教是从别教初地算起，又往上排列42个位置。啊，那么这42个位置都是明心见性，都是
永远断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。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统统没有了，还有什么阶级？应该是平等的。有起心动念就不平等的，没有起心动念当然平等。啊，没错，十报土的菩萨真的是平等。平等里头还有不平等，那什么习气，厚薄不一样。在下面的习气就很浓厚，在上面的习气就很薄啊，这个不一样。我们要知道阿罗汉，你看见思烦恼断了，习气没断，啊，习气要断干净了，他就不叫阿罗汉，他升等了，叫辟支佛。啊，辟支佛要断尘沙烦恼，尘沙的分别。啊，真正做到不分别了，不分别的习气还在。啊，随辟支佛把分别放下了，他升起了，啊，他是菩萨了，他有分别的习气。啊，把分别习气断掉之后，他又升一级了，十法界里的佛了。啊，十法界里面的佛，无明没断。啊，无明断掉了，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无明破了。无明习气啊，在见思烦恼的习气有方法断，尘沙习气也有方法断，无明习气没法子断。为什么？他们不起心不动念，不起心不动念，你用什么方法断？你要一用方法，不就起心动念了？那就大幅度的退转了。这是怎么办？这叫任运，就是随他去。时间长了，自然没有了。古人在这用个比喻，啊，好比酒瓶，酒瓶里面陈酒。酒倒干净了，擦得很干净，确实一滴都没有了，闻闻有味道。这味道怎么断？没法子断，只有一个方法，瓶口打开，放在那个地方，放上半年一年再去闻，没有了。啊，要很长的时间。这个习气才能断得了。啊，习气断完之后，十报土就不见了。金刚经上说的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没有说十报土例外。十报土没有生灭。啊，那它会有，也会灭掉了，没有了，这叫影现。十宝头现前，这现，十宝头没有了影，它不是生命，它没有生命。有缘它现，没有缘它不现影了，隐藏了。啊，所以
大乘教里讲的迎现，啊，迎现对于十报陀的人来说是个别的，是别业，不是共业。啊，这个人无始无明习气断掉了，他醒过来了，他的十报陀没有了，他到哪去了？到长吉光去了。所以无始无明习气没有什么障碍。像如来一样，智慧神通德相，没有不能实现的。啊，能分无量无边身。啊，到十方世界去拜佛，去供养佛。这是修福，听佛讲经说法是修慧，福慧双修啊，得大自在啊。具足法身般若解脱，三德密藏啊，啊，真正常乐无尽，法身有常乐无尽，般若有常乐无尽，解脱也有常乐无尽。就是不能回归常寂光，必须无始无明习气断了，他就会常寂光。回到常寂光，常寂光没有物质现象，没有精神现象，也没有自然现象。常寂光在哪里？常是不生不灭，寂是清净无染，光是光明遍照，啊，照全宇宙，一切时一切处无所不在，我们大家通通在诸佛如来常寂光当中，啊，常像我们这个房间里头有十几盏灯，每一盏灯打开光都是照满这个空间，光跟光融在一起分不出来，所以其进入常寂光就跟一切诸佛如来融成一片了。这是自信，融入常寂光就是回归自信，回归自信才真正真的大圆满啊。那你在哪里？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啊。我天天在想着阿弥陀佛，我想见你，阿弥陀佛忽然在面前看到了，就现身了。他有没有从哪里来？没有啊，消失了，到哪里去也没有，不来不去，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。这楞严上说的，他没有地方不在啊。所以，遍法界、虚空界，一切众生起心动念，他全知道。
什么时候得度，什么时候应该去照顾你，他全晓得，绝对不会错过时节因缘。到时候他真来了，真现身啊，真给你说法啊，真的帮助你成就你啊，这是我们要深信不疑，设法三世佛共同一法身，《华严经》上说的，设方将空间无穷大，没有边际。那为什么是自信变的？自信没有边际，是虚空法界没有边际。啊，自信没有染污，自信具足无量智慧等等，我们为什么学佛？想回归自信，回归自信真的大圆满。啊，回归自信跟一切万事万物同一体，证得了一体，啊，在这一体当中，才叫彻底的觉悟。这个求学就毕业了，真的大圆满。这个大圆满，梵文称之为大般涅槃。啊，所以涅槃在中国也翻作圆寂。圆是圆满，寂是寂灭。寂灭是什么？像我们现在讲真空，它什么都没有。啊，可是它什么都没有，它什么都能现，妙就妙在这，真的什么都没有。所以叫它做空，这个空不是无，不当做无讲，它预言它会现象，所以说真空不空，妙有非有，啊，妙有了，我们感觉的有，全是假的，确确实实不存在，是我们眼睛看错了。我们没有看到真相，看到妄想，许许多多妄想纠缠在一起，我们以为它真的啊，其实它不是真的，根本就不存在。我们以为的事早就过去了，你想想看，一秒钟，1600兆个生灭，你能掌控一个生灭吗？绝对不可能的。啊，我们的时针，一秒一秒的过去，你一秒都掌握不到，何况
一秒钟里头有1600兆次的生命，一个生命就是一个画面，全宇宙的画面。宇宙从哪里？不是大爆炸，设法界一真庄严从心想生的。阿赖耶的种子，那是因，心想是缘，想什么现什么。全是自作自受，与任何人都不相干，这是事实真相啊！只有佛《大乘经》里头讲得透彻，讲得明白。于是我们就晓得了。法身般若解脱，这是自信。只有别叫地上菩萨，他能圆到，他能掌控。这个人就是禅宗所说的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，他行。有没有人圆到这个地方？有，在中国这2000年的历史，就是佛教传到中国，公元67年，今天2014年。到2067年，才整整2000年。那么这2000年的佛教在中国有什么成就？我们看五灯会员、景德传灯录，这里头记载的，达到这个境界的，就是别教初地以上的，我们最保守的估计超过3000人。在中国禅宗里头的还有教下，贤首天台、三论、法相，其他宗派成就的不在少数啊！净土就更多了。这易行道、难行道都有这么多人。易行道从慧远大师这东晋时候在庐山建第一个莲社念佛堂，100多人在一起念佛共修，圆光大师率领，这是我们净土宗第一代祖师，传到现在，这1700年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
最保守的估计超过十万人。佛教对中国的贡献呢，往生到极乐世界等于成佛。比其他法门成就的啊，他们虽然明心见性，跟往生极乐世界不能比啊。往生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之菩萨，他们也是阿惟越之菩萨。啊，净宗得阿弥陀佛的加持，速度特别快。啊，安稳就是你不着魔障啊，佛力加持啊。一切诸佛都加持你，一切护法神都照顾你。啊，所以称为一心道。无助身心是同时的，无助就是身心，身心就是无助。身心是般若智慧放光普照啊，无助是心地清净平等，一念不生啊，一念不生就放光普照。其余地前诸行，认识大乘两界，一时身心，一时无助，无助不身心，身心不能无助，可见凡夫绝分啊，三乘菩萨都做不到，凡夫怎么会做到？那么坚持净土法门，教众生持名念佛，令众生即念离念，前通佛智，暗合道妙，巧入无念，即凡成圣。这个方法妙极了。即念就一句阿弥陀佛，历念呢把其他的妄想杂念放下啊，让我们心里只有一念，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，那叫立念。有这一句阿弥陀佛是即念，即念立念，立念即念，前同佛智啊，佛智是无所不知啊，前同佛智就是前通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，
啊，暗合道妙，这个妙是成佛之道，妙极了。啊，巧入悟念，就叫你念一句阿弥陀佛，念久了，自自然然，无念而念，念而无念。那你说他有念吧，他没有念，你说他没有念吧，啊，他阿弥陀佛这个名号相续不断，一个接着一个，极繁成身的，我们这个身六道凡夫身的，啊，成身西方极乐世界是法性身，我们现在这个身体是法相身，是阿赖耶的相分，就是物质现象。啊，极乐世界的身不是物质现象，它是从法性变现出来的。发心是清净的，是身是清净的，发心是没有念头的，所以他心是清净平等觉。这五个字就是形容。发心的德能德相。故苏超曰，莲池大师的苏超，这两句话说得好，曰三起于一念呐，其助身于片也。曰超曰，三起是三大阿僧祇劫，菩萨成佛。一般的讲法，第一个阿僧祇劫修满三乘，就是摄住、摄行、摄回向。第一个阿僧祇劫，第二个阿僧祇劫，初地到七地，七个位置。第三个阿僧祇劫。八地、九地、十地，三个位置，三大阿僧祇劫。别教啊，从实性位到十地，啊，修满三个阿僧祇劫。净宗一念就超越了，一念就是念佛，念阿弥陀佛。啊，有榜样，有证据给我们看。来佛寺的贤公老和尚、海贤老和尚做出榜样给我们看，他一念超越菩萨三大阿僧祇劫，啊，你要问我，他老人家往生什么品位？我毫不怀疑，毫不思索，告诉你，上上品往生。啊，其住身于片言，片言就是一句佛号。这一用这一句佛号跟一切诸身，啊，这个诸身是讲实身，
从初地到实地，跟他们平等了，其实平等的。我们是凡夫啊，提升到法云地的菩萨，简直无法想象啊！啊，那么这是世尊在经上讲的，决定不是妄语。我们修学不能害怕，舍弃生命也无所谓，要干到底。啊，黄念祖老居士写这个注解的时候，重病的，不是轻病的。每个人看都希望他休息，他太累了。一天到晚趴在桌子上，啊，桌子旁边堆那么多参考资料，我都吓坏了，堆那么多，我问他从哪里来的，感应不可思议，都是些人找到人送给他的，那个得找都找不到啊。我们学一样东西，找个十几二十种参考资料，都得找一两年的。啊，你看他参考资料，经论83种，祖师大德的著作110种，总共用的参考资料是193种。啊，我们亲眼看到，能不佩服吗？五体投地，没话说。啊，带着重病，这都事先给我们看。啊，事先带众生苦，事先的勇猛精进。不为病魔，也不为年老，不肯休息。啊，注解写完成之后，还常常在修订。一直到定稿，啊，我们也认识很久了。如果要考虑到自己身体，啊，每天工作一定时间，也有一定的时间休息。他这个注解就要拖好几年，6年完成的，要休息的话，那就得12年了，不能休息，为正法救助，为净宗的沉船。要做出牺牲奉献，啊，几次好几次严重病发，还是不肯休息，
啊，我们了解事实状况，对这个注解，每一次展开就想到他老人家当时的状况。啊，他为谁？为我们呢？啊，我们为了便利后人，编这个参考资料，对于学习就方便太多。希望大家都有像海鲜老和尚一样的成就，正法就恢复了。啊，众生得到真实的利益。啊，正法能不能恢复？不在外面，都在我们自己。啊，世尊有时候讲得很明白，什么叫正法？有讲经的人，有听经的人，有修行的人，有正果的人，净土往生就是正果。这一切具足，这就是正法。有讲经，有听经，有修行，没有正果的，这叫相法。啊，修净土没有人往生，这相法道场；有人往生，正法道场。啊，那来佛寺这个小庙。那用这个标准来看，它是正法当中的正法，纯正之法。啊，三位往生都是欲知实知，自在往生，正中之正呐，表演给我们看。我们应当学习，应当跟进。他能做到，我也能做到。那要有信心。如果你说他能做到，我做不到，那就完了，你永远做不到。为什么？你信心没有了。啊，信心比什么都重要。大经大论，像华严大智度论上都说，信为道源功德母，长养一切诸善根。啊，佛法从信心生的，圣贤教诲也从信心生的，不信就没法子了。现在为什么传统说衰了？因为大家不信。啊，很可能将来在外国兴旺起来了。为什么外国人信？啊，所以我们要建立信心。老和尚一生给我们表法，表什么法？还不就是叫帮助我们增长信心，坚定信心。啊，坚固愿心，决定得胜。啊，智在妙用啊，智是达到极处啊。阿弥陀佛，借足啊，极乐世界是他的借足，普度一切苦难众生，
个个圆满成就佛道，真不可思议。我们把底下这段文先念念佛，乃修行者进路，进路就是进路，这条小路啊，最近的距离叫进路。持名又为四种念佛之进路，称为进中之进。又本经不常一心不乱，不提倡这句，只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为宗，宗就是修学的总纲领，修行的总原则，淡然的发心专念，皆可往生。故更为明确简要，故称净宗第一经，因其为直接中的直接，方便中的方便，绝代圆融，不可思议，利济众生，此经为最，确确实实是如来所说第一经，一点都不假了。我们遇到的是第一法门的，实在是太荣幸了，太幸运了啊！怎么会在这一生当中遇到这个？啊，下面我们看黄念祖老居士注解，其他法门乃正入无生，他们走的路是正道，如无生法忍，就是明心见性。就是八地以上，啊，故为难行道啊，真难的，不是假难，入门都难的。说老实话，我们按一般正规的轨道来走，我们入不了门。啊，入门的条件是要断见惑。啊，惑是迷惑，见是见解，也就是我们看错了，把这个看错要纠正过来，你才能入门。啊，头一个看错了身体，叫身见。你想想看，六道众生，哪一个不是把身体看作自己呢？佛说这错了，身不是我，身不是我，什么是我呢？那佛告诉我，我不生不灭，这个生呢，生生灭，那生是我的时候，人死了，那我不就没有了吗？那还要修什么？不必修了啊，生不是我，人清楚，这是假的。生是什么呢？像衣服一样啊，这诸位知道，衣服不是我，那是
是我所有的，身体也是我所有的，不是我。啊，你要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对生死就不害怕了。生死就是换衣服吧。啊，这衣服穿脏了，换了一件嘛。六道轮回就是换衣服嘛，你换到哪一道去了？这个要知道啊，要破身见。那么换一句话是，我们干真的，就不要为身着想。为身着想错误了。啊，要为我着想。我是什么？灵性生活。啊，不说灵魂。为什么灵魂迷了？他没有觉啊，灵魂灵是假的，应该换一个字，迷魂啊。他要真的灵，他就不可能到三恶道去投胎。他到人间来投胎，一定要选择大富大贵的家庭。剩下的就享福，享一生福，这才灵啊。啊，心是灵的，灵性不迷就是灵性，迷了就是迷魂。啊，迷了他在六道里头找身体啊，这个身体坏掉不能用了，再去换个身体啊。找身体也不是随便找，跟父母有缘分，缘分都不好啊，我们迷而不觉 啊，什么缘分？报恩报怨，讨债还债。要是没有这个缘，不会来投胎啊。凡是来投胎的，佛给我们讲，不外乎这四种缘。所以怀孕不能堕胎呀，你好好的把他生下来，好好去养他，他也是报恩来的，自自然然就是孝子贤孙。为什么？过去你对他有恩了，如果要堕胎好了，你把他杀掉了，他来报恩，你用这种手段对他，那就结成大怨啊。他再来怎么再来是报仇了啊。如果说是报怨来的，那怨上加怨，那个仇恨可深了啊。他是还债来的，过去欠你的，现在回来的时候他要赚钱还给你养你，你把他杀掉了啊，还债又加了杀业，变成仇恨啊。是讨债来的，是父母欠他的，他来讨债，你再把他杀掉来生来世麻烦可大了，永远纠缠不清，生生世世不是一生一世。我们跟多少人结了缘
啊，所以了解事实状况，这一生吃亏不怕，上当不怕，为什么呢？还债，我就了了，没有怨恨，没有报复的念头。啊，这就是这懂得还债呀、啊，结账。不可以再造恶业。啊，学佛之后明白了，要把冤亲债主用佛陀教育的方法，统统变成同参道友，上上乘法，这就对了。佛法给我们带来无比殊胜的利益了，就是这个。啊，把讨债还债，啊，恩恩怨怨的，统统化，变化成法眷属。啊，我们有共同的老师，诸佛如来。啊，同参道友都是菩萨。我们走易行道，不走难行道。经此经业，巧入无声，它太巧妙了，就是一句佛号。真心真愿啊，这一句佛号不要中断，一切时一切处心里头都在念佛，对待一切人一切事物用清净心平等心啊，能舍，不要占有，不要占人便宜，不要障碍人的善法，要发现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恶。人家是好事情，对他自己有好处，对社会，对大家都有好处。啊，不但不能障碍，要想方设法帮助他。这就对了，我肯帮助别人，就有很多人帮助我，我处处障碍别人，将来得的果报，我想做什么事情，就很多人障碍我。因果报应，丝毫不爽啊！啊，万不可以为我今天有权有势，我可以障碍他。实际上障碍不住。啊，这一条路有障碍不同，我走那一条路。一定要晓得。啊，实际上有这种念头的。错误念头的，他障碍自己，他没有障碍到别人。啊，这一生当中，善心善行，啊，缘不足就会遇到很多障碍，不能成就，但是。功德是圆满的，不做就圆满，没有障碍他做成功才圆满，有障碍不成功也圆满。楞严经上说的，法义圆成，圆满功德，因为你发的是真心
啊，为什么有障碍？不是自己的业障，就是众生福报。方方面面看清楚啊。那么障碍我的那个人不是障碍我，障碍众生。我们为众生服务，他障碍，我们没法子为大家服务。我们落得倾斜，功德还圆满，他造的罪业啊，他接罪不从我这接，那我不见怪他。我不跟他作对，他跟众生皆罪。啊，所以今时今夜，巧入无声，这一心道，念佛法门，那修行之人进入。啊，佛门有个小册子。进中进又进，我初学佛的时候喜欢看这个。那进入跟谁比呢？大乘小乘比，大乘是进入，小乘距离远。大乘跟禅宗比。禅宗是进入啊，一般大乘教修学起来很难啊。禅宗跟净土比，那净土又是进入，禅就难了啊。净土里面有四种念佛。实相念佛难，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。啊，观想念佛就比较容易，但是观想要很细心的人，很有耐心的人，心浮气躁，观想观不成。啊，你要不相信，试验一下看，十六观第一观，观太阳。落日悬苦观成功是什么呢？睁开眼睛，太阳在面前；闭着眼睛，太阳也在面前。无论什么时候，你一观想，太阳就在面前。你试试看，你能不能观成？啊，观成，用这个功夫念佛，决定往生。啊，再有。观相念佛啊，你喜欢的佛像，你天天看着它啊，这样很有福报。为什么你不需要工作，白天晚上对着佛像，不对了，不对就观不成了啊，一定不离佛像。现在我们用的方法就用照片。啊，我们早年在华藏图书馆供的一尊蓝底白的瓷像阿弥陀佛像，现在我们都用，我这一生没改啊，把这个像照相放大了，非常庄严啊。这张像自己细心就观察，阿弥陀佛很少现这种面相，童子的面相啊，我们供的童子的面相啊，心里想阿弥陀佛，这个相就会现前，叫观相念佛。但是最方便的持名四种念佛里头，最方便的接近当中的接近
直通无上菩提大道啊，不拐弯的啊，叫一心道啊。啊，所以持名一法，又为四种念佛当中的净土，故称为净中之净。又本经不倡一心不乱。啊，为什么？一心不乱，一般人做不到。看到《弥陀经》上这一句，他害怕，这我做不到。不肯念佛，我遇到过这样的人。啊，梵文原本也没有一心不乱。那换句话是，一心不乱是鸠摩罗什大师他犯的。啊，他用了一心不乱。有没有道理？有道理。我们念佛要念到功夫成片就能往生。功夫成片不是一心不乱啊，就是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，这就叫功夫成片啊，这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。有这个功夫，就能自在往生。来佛寺的三位老人都达到这个境界。啊，为什么罗什大师翻成一心不乱？阿弥陀佛来接引的时候，先用佛光照你。佛光照你的时候，你的功夫就提升一倍，功夫成片就提升到四一心不乱。他没犯错。啊，但是一般人不知道，不讲清楚的不晓得。四一心不乱的人就提升到离一心不乱。啊，佛光一照，功夫马上就加一倍。啊，那没有功夫的人，佛光一照的时候，哎，就到功夫成品。啊，只要你有真心真愿，临命终时头脑清楚，啊，念十声佛号，乃至于一声佛号都可以往生。那就是佛光烛照，把你提升到功夫成品。啊，决定不能怀疑。啊，决定不要掺杂妄想杂念。心要清净啊，所以我们平常要练用真诚心，无论对待什么人用真心，决定不吃亏啊。不可以说我对佛用真心，我对一般人就用妄心，他用妄心对我，我用妄心对他，错了。妄心用成习惯了啊，对佛还是妄心，这就错了啊！要把它转过来，不怕吃亏，不怕上当。吃亏上当无所谓，因为我们的目标在极乐世界，我不想在这个世界啊，这个世界什么都能放得下，没有贪念啊，没有占有，你多自在啊，心开意解，快乐无比啊，没烦恼，没有忧虑
真心生活工作待人接物全用真心，我们念念跟阿弥陀佛一样，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明了，都有缘分接触到净土法门。我都能够真心真愿，老实念佛，将来度世极乐世界，弥陀会上的同参道友，这多美好！别人对我不好，我对他好；别人回报我，我赞叹他。对自己有大利益了。为什么？自己真正放下了，跟任何人没冲突。他要的我不要，我要的他不要，我们跟任何人没有利害冲突。世间人放不下的财色名利七情五欲，不就这个东西，我们这个全放下了。你法上饮食，何况非法。那我们还建学校，建汉学院，建佛教大学，那是为别人建，不是为我。我们有这个缘，遇到这种事情，希望成就。帮助正法救助。帮助成就人才。这是应该做的，随分随力去做，也不要勉强。所以本经直截了当，就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为修学的宗旨宗要，但能发心专念，皆可往生。决定往生，故更为明确简要。是故此经成为经中第一经。因其为直接当中的直接，方便当中的方便，而且绝对圆融。绝对就是绝对，绝对圆融是华严法华这一部经，跟华严法华去相比，比华严法华还要圆融，更不可思议。日本净宗大德推动此经，过于我国。这个话讲的是真的。日本净宗这些大德，大概都是隋唐时候到中国来留学。他们亲近善导大师。我们净宗第二祖亲近智者大师，所以
日本的佛教净土跟天台特别兴旺啊，他们尊重善导大师为日本净土宗开山第一代祖师啊，这个我们赞叹，他不忘本，尊师重道啊，没有在日本传教，他就是师祖，他把善导大师封为师祖啊，黑谷大经社，这个大经就是无量寿经，无量寿经的注解。啊，里面有一段话说，与往生教就是念佛求生净土这一个法门啊，教法有根本也有枝末啊，净土有三经一论，这在那个时候唐朝时候啊，净土的经典最少，容易，越少越容易啊！啊，只有三经一论的。那么三经里面，是以无量寿经为根本，观经、弥陀经、往生论，这都叫枝末。又此经名正往生教啊，在往生经教里头无量寿经是正往生教，对极乐世界介绍的非常详细啊，余名旁往生教啊，余就是其他的三种，弥陀经、观无量寿佛经、往生论啊，这叫旁往生教。又此经名往生居住教，为什么？他面面都讲到了啊，性相理事因果全讲到啊，所以他是居住的啊。那么他经弥陀经也讲到，讲得简单啊，跟这个比呢，那就差很远，这个详细啊。观无量寿经只讲两种，其余的没提啊，只讲净宗理论啊，根据什么道理建立这个教的，得有理。第二个讲方法，往生的方法，他只讲这两样。啊，理论只有两句话：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。这是净土宗所依据的理论。啊，因为你本来是佛，这是佛在华严法华里都说过的。凡是佛弟子，无论学哪个宗派，无论修哪个法门，这个理论一定要承认，一定要接受，不接受不能成就啊！一定要相信佛没有说错，每一个众生
本来都是佛，只是迷失了自信，自信迷了，于是思想渐渐产生了偏差，言行有了错误，这才把一真法界，就是十报庄严土，变成十法界六道轮回，是错误的念头变出来的，变的时间太久了，就回不去了。如果不是遇到佛陀，我们永远错下去。轮回里都太苦了。那么现在我们很幸运，遇到了佛法，遇到大乘，遇到了净宗，这是无比的幸运。那么这个幸运必须要自己全盘了解，才知道我太幸运了。如果你对于净宗了解的不够深刻，不够透彻，你不会珍惜，你怀里头带着宝物，你不知道啊。那么这个宝物就不起作用，依旧还搞轮回，这叫大错特错。那么居上之意，就是根据慧古大师所说的，净土宗譬如妙高峰顶，他就这个意思。妙高峰顶，山顶啊，那本经呢，是峰头之顶尖。这话真的不是假的，我们要求法，一切法的顶尖就在我们手中，我们不识货，不认识，以为还有好的，到处去找，错了。谁认识？谁明了？来佛寺的三个老人，他们认识，他们明了，他们一生不找第二个法门。他们有多大的成就？我肯定他们都是明心见性的，都是法身菩萨，不是凡人的。我们说这个话不是随便说，是看这三个老人一生的行持，跟他最后的表演。无疾而终，自在地走了，像开玩笑一样，我说我走了，那就真走了。这令人惊讶，人走哪有这种走法？你到医院去看看，走得多苦啊！
的样子都难看的，哪有这样笑眯眯走的？啊，这么开心的走了，啊，在这个地方表发任务，告一段落了。啊，后面呢？后面有后面人来接班。啊，像接力赛跑一样，他把这个棒子交给下面人，非常快乐。啊，离开他的跑道。这个法门就一句阿弥陀佛，顶尖，顶尖的顶尖，就这一句。你要真认识，那可以说你的智慧就圆满了，你不需要再用别的了，就这一个法子，成无上道。啊，一定的。念佛三昧，一定大彻大悟。啊，不是念佛三昧，不是大彻大悟，走的时候怎么那么自在？本心位，啊，这本经说，当来一切寒宁，借以此法而得度脱。这释迦牟尼佛说的。啊，当然是将来。释迦牟尼佛末法还有九千年。往后九千年真正能够学佛得度。能够一生成就的只有这部经。只有这个方法。老实念佛，印光大师一生教人，顿轮精分，贤学纯诚，信愿持名，求生净土。啊，我刻了一块印，这是印光大师传心法要。你要问印光法师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，这十六个字就是他一生的写照。顿轮见分，顿是亲爱，轮是同类，啊，范围扩大，同是人皆须爱，这是顿轮，啊，人有亲疏。先从自己家庭，然后扩大到家族，再扩大到邻里乡党，再扩大到社会，扩大到国家，扩大到全世界。凡是人皆须爱，《弟子规》上说的，这叫顿轮。敬分人，尽自己的本分。为一切众生服务，啊，关怀一切众生，照顾一切众生，帮助一切众生，啊，尽心尽力，不求回报，这见分的。这是世间法，
世间法是出世间法的基础，没有这个世间法，哪来的佛法？佛法建立在世间法的基础上，啊，今夜三福，第一福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持善业，基础啊，不能不认真去学习。啊，我们学佛为什么不能成就？就基础没有，基础不够深厚，要拼命在这上扎根，啊，往后才能够壮大，啊，才能够开花结果，这根深蒂固啊。啊，根不深不行啊！啊，对于这个法门要真认识，那就是经多念多听，帮助你认识。真正认识了，你的心就定了。心定之后，经就可以不要了。一句阿弥陀佛就念到底了，你会越念越欢喜。为什么？这一句阿弥陀佛所有经都在里头，全念了，一步也没漏掉，一切诸佛菩萨名号都在里头，也一样都不缺。一句名号是大圆满了啊，是指利益众生，利益众生，救济众生，此经为最啊！啊，我才发现把华严都放弃了。啊，生平最喜欢的，啊，专门学这个法门，专门学这部经，专门讲这部经，无论到哪里，通通讲这部经。啊，我还有个学校的头衔，终身教授。啊，那我到学校来开课开什么？无量寿经，我就开这个法门。啊，因为这个大学有汉学系，汉学系里的就是儒释道。啊，所以我可以开这个法门。那汉学系有学位的，啊，有学士、硕士、博士，有学位的。持名之法，暗合道妙，最易行故啊！这最后三句劝勉我们的，我们要记住啊，真容易不难了、啊，真成就啊！啊，你看看。来佛寺三老，平常人呐、啊，在社会上没有地位，没有权势，贫穷，也没有财富，什么都没有。暗合道妙，最易行故。今天时间到了，哦，我们学习到此地。